好，同学们好，我们继续上课。刚刚讲了樱花的前面两句啊，前面两句呢就等于讲了三句，因为它第二句它是反复的。它这句要两次啊。那么同学们问的比较多，就是这个延音到底是要采几次啊，采几次。那么先把理论说一下啊，理论延音，延音对不对？延音啊，延音的延音怎么采对吧？延音怎么采啊？啊，根据和弦，根据和弦啊，那根据和弦说的比较简单，对不对？啊，根据和弦，如。一个和弦，两个和弦，啊，再来一个发和弦，那这个就要采三次。如果是一小节里面有三个和弦，那就要采三次，啊，三次啊。那么这种比较清楚的，还有一种呢，啊，一个和弦啊，两个根音，那也要采两次的。一个和弦，两个根音，哆，哆。啊，难道这么多哆你都就采一次啊？难道这么多哆只要一次？这个有点奇怪吗？自己可能有点糊涂了。这么多哆只要采一次吗？一个和弦采一次吗？不是，不是，要看什么呢？看它有没有根音。根音怎么看啊？你比如说打节奏啊，比如说打节奏，那这个就是根音啊，这个是根音，这也是根音，对不对？这种情况要采两次。那如果像这种情况啊，它根音只有一次，看见吗？这个是根音啊。再说的明白一点啊，这三个都是他的小孩，对不对？这是一家人家，对不对？你把它分开干嘛？